听说这里实现大龙虾自由特别容易，风和日丽，咱们今天就来试试运气。内陆孩子头一回出海，情绪十分高昂，船一停就把大海跃成了一锅蛋花汤，画面太美，你们自行想象。大概是汤太香了，一下钩子鱼就连环上，在资源面前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，而且只费胳膊不费饵料，连上二十几条鱼饵纹丝不动，一点不夸张，真是自己吃自己，还吃了个寂寞。片下的鱼肉打包带走，边角料用来钓鱼，鱼头你们猜猜有什么用处？求求你们给点我，鱼太多了，提前返还了。彩蛋环节上场，一笼所有的大龙虾都符合尺寸，简直容易到超乎想象。船长只出个油钱，我出个船票就得到了鱼和大龙虾，这买卖干的真是双赢啊！你们说我该怎么烧才好吃呢？